大家讚，大家好，好，就這樣，啊，大家辛苦哦，尤其今天拼幾天的，好，那麼我昨天就說到這裡嘛，蔣介石，他在重要的慶典會議，還是就職，他都穿軍裝，你敢捌看到蔣介石穿西裝？應該不捌吼。啊，就是因為他知影伊是代理美國軍政府來佔領台灣，來管台灣吼。所以你看，1960年6月18日，美國總統艾森豪吼來台灣訪問，蔣介石去松山機場甲接機，因為穿規套的軍裝。啊，伊个头家穿西装，啊，那么一般今麦文人总统，大家拢嘛穿西装，除非是独裁的国家，才会穿军装，啊，伊嘛独裁吼，伊是台湾实施独裁统治，好，啊，我今麦用一个穿西装咯，你看，对咧，1949年7月，蒋介石访问迄阵咧，菲律宾的总统，啊。距离喏，这个穿西装拍恁个台有，啊，佫有一届去访问韩国，嘛是穿西装。伊离开台湾，伊就毋是军事占领者，吼，毋是代理军人啊，吼。OK， 好，啊，咱做一个小结，种，咱头拄啊所看迄十几种依据法理，吼，啊，佮一寡迹象，咱知影讲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。一切依法行事，依法的依，那个国会所立的法，依法行事。美国总统受国会法院监督，不敢违法。比如1996年，克林顿啊，无派航空母舰来维持台湾的安定，伊可能就违法。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正港的真实国际法理地位，都敢啊，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。你国民党政权，伊不爱予咱台湾人知影真相，吼，拢用愚民政策来甲咱骗，吼。以上种种迹象证明，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，啊，只是伊透过，吼，像长进人安尼，透过伊个白手套，蒋介石这个政权，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来甲咱管台湾，啊，予咱台湾人搞不清楚状况，啊，其实美军从未离开台湾，一直在占领中。就是即马重要的一挂雷达站，还是监听站，拢要阁是美军直接掌控，只是因拢穿便服，无穿军装。好，好，那么我用今仔大家较轻松一下吼，我来讲一个故事啦。啊，这是我第一个讲，有三个国家的人吼，一个日本人。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因组一团去巴西亚马逊河，哦，这个蛮荒之地吼，去遐探险，哦，迄种拢热带森林，叫去煞有当地食人族掠去啊，啊，这样就要甲这美国人掠来台要食了对吧？美国人讲啊，我伤肥啦。我拢肥肉呢，歹无好食，照常甲抬掉。啊，怎换？隔工换掠中国人要抬来食。中国人讲，啊，我拢假呢，我拢山寨啊，无好食啦，将赶快抬掉。啊，这日本人第三工要甲掠来抬时，日本人轻声细声甲讲，你怎无甲抬呢？啊，阵算三个人拄啊，敢那又倒出来。啊，转来吼，日本的记者就甲采访讲：啊，是安怎因拢从私人船掠一台食掉的？啊，你哪会无？啊，你是安怎甲讲？你是安怎脱险？伊讲伊甲骗讲，我甲迄私人船骗讲，我是台湾人，我规身躯拢有食毒，我拢食毒奶粉，哦，毒油、地沟油。安尼，食人族都唔敢去食吼，安尼放荡吼。啊，咱已经食十几年啊，吼，所以现在台湾人
病院愈开愈大大间，啊，病床间拢无够，大大病院迄个急诊室，足侪人拢伫咧做人有无？啊，伫高雄长庚嘛是安尼，吼、哦。迄阵我爸爸中风，送去啊嘛，伫迄个急诊室找无病床，我甲转院吼。所以台湾人可怜，好个这个马政权安尼甲咱管吼，好伊个发明，我讲白惨呢，讲这个治安问题是伫阿扁个时代、民进党个时代发生，啊，到今年是马政府较发现，哦，伊用发生把代志要杀个前政府哈、前朝安尼，要推卸责任，所以中国人足够为足够讲。你若向我听，对啊，阿扁也发生诶，应该毋是马政权诶。你换政权啊，扁政府下台换你马政府起来，你啊整个概括承受啊。啊，迄阵虽然阿扁诶时代发生，啊，迄阵看伊迄个进口诶机油、工业油、啥物油，定薪伫迄个时阵，伫阿扁啊落台了，马政权开，迄个直线上升，吼，迄阵就是讲。魏家跟马政权挂钩得很深，所以你看他出事情，马英九不敢强力去办，他都避开，都不出来说，他有收人的政治现金，所以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，所以不敢好好处理。好，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这个主题，我们来参考各个国家自治建国模式来探讨。好，来第一个，古巴建国模式，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四月二五小点，建不几个月，西班牙就投降，所以因在刚迄年的12月七十在巴黎，签一个巴黎合约，西班牙放弃古巴，跟台湾同款，咱台湾嘛有日本放弃，哈，割让菲律宾、波多黎各跟关岛给美国，那么美国在1902年的5月20日协助古巴独立。建国成功，但是古巴跟台湾的经历来做一个比较，都是因为和平条约被放弃，但是古巴独立成功，台湾到现在地位稳定，这原因就是讲，美国是西班牙，嘛，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干殖民地才会这样独立，啊，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袂这样独立，因为台湾已经有主人啊，日本天皇。所以你袂当独立出嚟，哈。Okay. 好，过来菲律宾的建国模式，同款是美国因为巴黎合约为西班牙出的和那个菲律宾，受制于菲律宾的飞毒，台湾有台独，菲律宾冇飞毒，因为反抗军的游击队不止去骚扰美军，去攻打美军，哈。啊，美国就派兵去甲追剿，但是你知菲律宾4000几个岛。啊，有较大个2000几个，你去拍，伊就为这个岛走迄个岛，啊，你搁捉在遮，伊搁走，吼，美军安那拍个要捉因，安那捉歹捉个，吼，所以美国就因个反叛，迄个菲律宾个独立分子在首脑来协商，讲你搁我管10冬，吼，啊，我甲恁个制度用个较好些了，啊，较高个哩，啊，所以这个。本来是这个时间啦，吼。但是1941年日军攻占马尼拉，啊，这咱台湾军完了出着力，吼，包括为屏东高雄的机场起飞临时战斗机，去甲菲律宾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这个总司令，去甲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机拢甲炸坏，吼，取得制空权，取得制空权无外久，当然制海权都有。咱日本皇军退掉，所以菲律宾真紧就被日军整个占领，啊，所以麦克阿瑟甲菲律宾总统都会撤退去澳洲，哈。但是1945年日本伫9月2号投降，伫1947年，哈，乌托邦几年外，哈，7月10号，菲律宾在美国的协助之下独立建国成功，啊，你甲注意看，7月4号。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嘛是7月4号，
啊，伊美国啊，定选一个7月4号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2010年，伫美国的协助之下，嘛去华盛顿，吼、哦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使馆特区去设咱的台湾民政府办公室，吼、哦，伊啊挂牌，啊，迄、那个日期嘛是7月4号。哦，所以这意涵嘛，真趣味哈。OK， 好，过来，咱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。立陶宛伊伫第二次战后，哦，立陶宛拄好伫这个俄罗斯的小块西，它偏西方哈，伫、哦、这个乌克兰边啊哈。战后随后苏联并吞，但是因伫1990年3月11号，因的民间议会宣布独立，但是这个宣布独立是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呐。你买咧算钱啊，算计，所以阵大个国家拢无去甲成。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，哦，迄个选举投票率啊低30%，你低50%，就已经无合法的统治性了啊，所以低30%，当然国际就不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啊，所以伫1991年。9月6号，因立陶宛家己办独立公投啊，通过啊，苏联看大势已去哈、啊，所以率先承认，美国嘛承认啊，所以咱会当看，为只看来讲，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思意义，含咱参选流亡中华民国政权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，你也想，就干那咱，啊，比如顶礼拜拜六，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到。选迄个投票所，你入去打入去内底，伊干领选票，咱就先输一半。啊呐，你家己承认你是中国人啊？我同你讲，敌国咧选敌王，咱交国啊，走去他们咧选吼。好，啊，过来，你伫自由意志下领票去甲投出来，结果是通牌拢赢吼。所以咱来抵制，因为任何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国籍选举。啊，咱伫三年前，咱开始咧宣扬、宣传这个方式，真侪人拢甲咱骂，嗯，啊，你无去选，啊，都拢由国民党调了了去啊，同款啊，你总共互民进党调，嘛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啊，你要对中华民国体制下，你个阿扁啊，啊，包括李登辉做总统做13年，阿扁啊做8年，台湾人去你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做21年。有改变体制无？有变作台湾国无？没有啊！你咧发独立，吼、哦！伫这个28事件了，台独势力高涨，但是发到今嘛，吼、哦，60几年啊，台独到今嘛崩了壁，行未出路啊！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看琉球反乱模式。啊、哦，琉球伫1952年2月29号成立琉球民政府，伊嘛有行政立法司法，啊，这是。在美国的要求之下，吼、哦、成立的。伫1948年到1958年，迄阵拢用美巡军票来代替钱币，但是1958年后开始用美金。那么1972年反日本之前，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，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，好、哦、的这本啊、哦、旅行证明书，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将来。咱台湾民众，咱即摆已经咧开始，互大若有身份证的人吼，有台湾民众一定身份证的人，会当开始咧请这个美国说法的旅行证件哈 ，travel document 哈，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说法的哈。将来咱就会用这本，那你若摕到这本，美国含全世界170几个国家免签证的，咱赶快拢免签证哈。啊，你若在国外发生问题，你若有这张，你直接去找美国的大使馆、领事馆，去请伊帮忙，甲你解决问题，哈。好，那么琉球是伫1971年6月17日，啊，美日签琉球反乱协定，啊，这就是美国跟日本政府协商，然后日本政府讲，我爱付出多少的代价，你才要甲琉球还我。美国才开3亿2000万美金，所以这条钱搞了，因伫70年签订琉球反乱协定。根据这个琉球反乱协定，伫1972年的5月15号，尼克森政府把琉球
包括钓鱼台哈、尖阁群岛，拢行哦日本政府啊。但是你要注意，无办公道哈、啊。所以独派台湾人，哦、啊，甲恁骗讲是经过公投，迄是错误的，没有经过公投。过、啊、来，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军事占领下啊，伊的指挥结构，这是伫反反二十几年后了，开始有一挂解密的资料出来了。经过日本的一挂专家学者，哦，你去搜寻，哦，你去函证、较编制，较知影讲哦，当时的这个指挥结构是安，就是美国合众国政府啊，下开国防部啊，下开美国军政府，包括民政府，因靠诸葛命令下指示，和琉球政府来管冲绳的居民。啊，同款，将来美军入来，顶管嘛是美国政府，下开美国国防部，下开美国军政府所辖下的哦台湾民政府，靠诸葛下达命令甲指示，和咱台湾政府。所以咱是按照咱这个民政委挂号，将来这个名也提掉，变台湾政府啊，啊来管下开台湾澎湖的住民。再来，咱这六十几年在中国党国教育、裕民教育下，足侪台湾人去互教成变作中国人，认同中国。哦、我常来讲，那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进大陆顶管者，三百万甲归做纯种中国人，剩的两千万人，其中有一半，差不多一千万人，去互中国这个教育加加变中国人去支持中国。哦、所以等于千三万，啊咱。头壳较清楚，存一千万，所以咱选举大选，咱的选输就拢这个原因哈。啊，两千年、两千零八到两千十二年，谢长廷甲小英去跟马英九对抗的结果，你若去甲甲当作统独公投，诶，咱拢选输哈。谢长廷两千零八输两百万，小英输八十万，哈，啊，结果统派的马英九拢掉，所以也变作统派的台湾。啊，迄阵啊，马英九讲要请解放军入来来并吞台湾，诶，这是国际上合法，国外诶人拢爱尊重恁台湾人诶选择咧，吼，啊，这是合法有可能吼。到时美日中共有美日安保条诶，嘛足歹插手干涉，因为这是恁台湾人经过民主吼、合法的程序所得出来的结论啦，吼、哦！恁要跟通牌中国男子会，啊，迄阵咱就轮日勇士浩劫，哈、哦，就歹翻身啊，哈、哦。那么台湾啊，独立建国后，准讲呐，有互你独立建国后，咱爱负啥物责任、义务甲风险？你爱先知影讲，独立后的后果是啥款？第一，台湾人爱纳税金；第二，台湾人爱做兵，家己来保卫台湾。过来。咱台湾人爱家己开钱去买武器，也是去家己开钱研究武器。哦，你知影研究武器，这要开足侪钱。而且伫阿未加入联合国之前，爱家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。其他国家无法理，嘛无义务出兵干涉。哦，恁家己选择，恁家己爱负责任。好，好。啊，这有一个咧，以当地文独立建国做咧。哦，咱来参考当时当地文。以独立建国的过程产生什么问题？这个当地文哈，红色这个哈，边啊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，跟咱台湾边啊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，好吧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款。好，那么当地文在1975年11月28号从葡萄牙独立，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。但是阿未赴加入联合国，到刚好就有印尼入侵并占领。1976年7月变成印尼一个县，叫做东帝汶省。了后的这二十年的时间，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的死伤。好，但是1999年8月，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，大多数的东帝汶当然同意从印尼独立。建国，所以独立成功，但是
伫公投了后无一个月时间，印尼政府开始在迁徙的当地人，并摧毁当地人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，造成到今嘛，当地人要个是世界上散吃落后的这个国家级，大部分的物资要靠外国援助，啊，而且真严重。这款的独立感是咱要爱，吼，应该唔是嘛，吼。而且咱嘛无迄个独立的，迄个，比如台湾唔是无主的土地啊，台湾阁有美国军事占领，底下伫美国手里呐，吼。啊，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，咱来做一寡比较，一线之隔，啊，咱以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来墨西哥国做比较，下骹灰色的这个墨西哥国。这个是边啊，这是德州啦，哈，美国的德州。啊，这是新墨西哥州。啊，这个跟墨西哥国这个边界，墨西哥国的人拢一直咧偷渡入去美国的新墨西哥州。好，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去美国占领这个地区，较好趁食，较有民主自由法治，吼，较安全。啊，所以。墨西哥国做墨西哥国家的人一直要偷渡入去，哈，乌地都也好啦，啥物啥物用啥物办法拢要入去，哈。但是咱来看，美国跟监管这个加拿大这个边界，啊，基本上可以说不设防。咱唔捌真少啦，哈，除非讲你作奸犯科，无介少人讲为了经济的问题，讲要为美国偷渡去加拿大，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来美国。因为两个拢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，水准差不多，吼，所以无人咧偷渡。过来，一海之隔，吼，共军占领红色中国，美军占领这个绿色台湾。啊，虽然蒋介石伫台湾，一统治台湾，这是代理美国，起码伫美国的管制之下，台湾总是比迄边继续自由。所以那边讲叫做红色中国，啊，这边应该就家己袂见晓，讲这边叫做自由中国，哈，这是自由台湾啦，哈。你看安尼就当比较讲，一个迄个中国军占领，一个迄个美军占领，上较好。当然台湾较好，你看伊去二十几年前，哦，中国遐个查甫查某拢想办法要偷渡来台湾打工，哇，迄阵台湾钱用卡白。那么在台湾在美国军政府下骹拿来自治，有啥物优点啊？第一，免税，免做兵。啊，咱台湾生产的物件销给美国免税，啊，啊，咱台湾人免做兵，因为咱被占领者免做兵。台湾的国防甲军费，美国爱负责，啊，咱敢那省这个国防军费啊，免做兵，你敢那做兵这人事开销哦，占一半以上啊，省来。经费来建设台湾，并着东方瑞士理想家也唔是足好诶，哈。啊，好佳哉是咱由美国占领，恁咱若许苏联占领嘛惨诶，哈。好，过来咱来讨论讲，以台湾诶名加入联合国，即阿扁也发明诶，哈。看中国马英九因咧推广要搁甲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，咱来做一个分析。好，那以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哈，来，咱来讨论联合国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为单位，好，你得是变作国家，你才有资格加入联合国。啊，那么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唔是啊，哈。那么国家的认定标准有人口、领土、政府、外交官。台湾国敢有人口？反正咱即卖台湾，大家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所以是中国人。固定的领土，反正这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。好，即卖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美国已经无承认，变成台湾治理当局。好，二十几个有外交的小国家，拢是中华民国外交官去跟人签的，唔是咱台湾国去跟人签的。好，所以。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所以既然不是国家，就无可能去加入联合国。所以我定下咧比一下咧，讲
加一只狗，吼、哦，你看条件台湾国敢那拢有，啊，一个人加一只狗，有脚有手有耳有目睭，我他妈加身躯细细，往那西装，你古代加拍去，手牵来讲，来我带你来，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，讲这個意思，袂使，因为你这些。虽然人模人样，但是你还没有进化到人，你嘛是要个是人猿，还是要个是狗，所以你狗变那去请求人讲，袂使吼。所以真侪人拢陷入这个啊，拢有啊，阮嘛有人有领土有政府，有啊高管，迄拢毋是咱台湾国有诶吼、哦。所以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日趋美战哈、哦，台湾是一个地理名词尔哈，毋、哦、是国家。卡斯讲，台湾若要建国，嘛要有经过有符合国际法理的步骤。哦，注意哦，我是讲卡斯啊，毋是要毋是咧推广台独哦，哈。你准讲你要台湾要独立，爱安怎行？照步来，就像讲全世界有交通法规，全世界拢遵守交通法规，红灯要停，绿灯要行。但是台湾人无要遵守这个国际法规，哈。来，你来看，咱来请美国君主建议你来台湾终结国民党的政权，甲请去金门妈祖啊，啊，互咱台湾民政府伫台湾驻地，台湾人管台湾人哈。了、啊、一段时间，台湾人头壳拢清醒吼、啊，经过两代三代以后，甲国民党甲咱家的笨蛇老中青这三代拢爱头壳拢清楚了。咱爱回来台湾反华，哈、哦，像琉球反华，咱回来日本，咱回来日本了，咱若要独立出去，是毋是爱要求咱日本母国的参众议院，伫国会立法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源，根据这个法源，台湾人开始当公投来决定，你若无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，你袂使讲办公道。啊，若有这个法院，咱将来公道，无论你要阁继续留伫日本母国内底也好，啊，是要堪要独立变一个国家，但是堪日本母国是邦联制，吼、哦，就是像大英国协吼、哦、邦联，加拿大堪嘛是尊日迄个英国女王为元首，啊，咱堪日本做邦联，咱家己有家己的制度，但是咱嘛是遵守日本的天皇做咱的元首，吼、哦。啊！即卖台独，进目前伫台湾，即台独讲甲沸沸扬扬，因拢无做这点哦。伫这个头前这点，为遮特别跳来公道啊，拢无要照人家规则来。啊！你看，台湾人用感情，家己想家己对，就请来跳要来公道，啊变啊就是安尼，一直要办公道，吼、哦，好不？一直要了美国咧甲动，哈、哦。所以台湾人。也独白讲起很无理啦，一家都要跳来遮，啊！你看是不是很野蛮、不文明？文明国家绝对照国际法理、国际法、战争法。你嘛爱参考人诶，旧金山合约，参考日本跟大清签诶下关条约，拢无咧管人诶条。恁较早安怎买不管啊？我著直接买来公道讲，台湾偏好变管诶啊！好、哦，很无理哈。哦过来，咱来探讨以中华民国名义要重返联合国。好、哦，咱来看联合国1975年10月25日2758结文。好、哦，伊讲啥？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，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，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。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，刚好把中华民国赶出去，这内底拢无写，干那讲蒋介石的代表，把从联合国组织的一切机构，把赶出去，啊，啊换什么人？啊，联合国的，伫联合国的迄个刀啊，名牌，啊，全来迄名牌，甲伊啊拢较低嘞，只是。以后换人坐，今嘛换啥物人去坐？换毛泽东所派出去的代表咧坐嘛，啊，好，咱来看，
在聯合國，毛泽东因毛中国政权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派出来的代表。另外，迄个刀啊，加迄个名牌要滴 ，China， 这个 China， 中国，无论你是用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叫做 China， 只是中国的合法政权换人啊。以前是毛泽东去代，上早是蒋介石哈，伊的重庆代表，但是尾啊，是不是换？毛泽东派代表，毛泽东政府的代表，所以 China 拢要滴个。阿扁也是讲，我无要去跟你抢这个 China 这个位，这个名牌。阿扁也讲，我家己做一条刀啊，家己做一个名牌，做一条椅啊，我要来坐在边啊。哦，无要跟你抢位，阿扁也是要用台湾，用一个台湾这个名牌啊、哦。但是都头拄我讲个，迄不合理哈、哦，不，台湾不是国家。所以你要再回来抢这个位置，除非怎样，你中华民国自己反攻大陆，再把毛泽东现在目前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给打败，再重新整个占领中国，这样你可以再申请，但是那都要很久长的，毛泽东那个政权也是经过二十几年才有办法加入联合国。我那个解读 China， 什么叫做 China？ 第一就是瓷器嘛，哈、哦。过来，那日本人用音 China， 哈、哦，这是日本人咧读 China， 所以音译过是用支那。好、哦、啊，中国人来听了支那就掠读掠讲，怪奇怪。人干那是翻译安尼过，就咱咧讲迷你琴，哦 ，mini 就较短小轻薄较细，啊，咱嘛是咱。用英语给它翻成迷你裙，有无？一滚给它翻成迷你裙。安尼，咱都相安无事无代志。啊，伊干那英语给它翻过来，哦，中国人就掠讲啊，听到字呐，加上即句话是咧歧视安尼吼。啊，那台语讲 China 啊 ，China 啊。啊，即嘛吼，中国事件，咱较早拢食国民党有无？现即嘛拢食共产党有无？习近平起来开始咧打贪污，所以即马餐厅吼有规定，袂使食大餐厅吼。来过去中国做事件吼，食公家啦，用公家的名义去办旅游啊，吃大宴啦吼。啊，所以人们讲啊，换吃哪一个餐厅啊，吃哪吼。啊，即马上好谈的就拆迁吼，都更，拆除，伫精华区拆除啊。去郊区，去的叫遐原地住的遐人搬去郊区，啊，因甲遮好地点来咧卖钱，有钱赚，所以换流行咧采纳，啊，看拆对了还有钱赚。啊，中国迄共产国家，话拆就拆、喔，伊无咧管你哦、喔，伊就敢那来来喷在你的厝，条啊给你喷，哦、喔，十二月十日拆，你若十二月十日你无物件搬咧哦，怪手来就给你卡掉去。无咧个管哈，所以呢效率足高，但是总没有人权。哈，共产国家好处干呐，效率好，但是拢牺牲人民哈。过来，即马看对了，有钱通个歪哥，有通个贪污钱拿，哦哪边可以拿？啊，啊这是中差一挂，今年独孤的了哈。过来，在国际化的规范内底，哈，的定义，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已经灭国去啊，哈，所以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，所以咪走来滴流亡，走来滴，唔是伊个国家的领土的日本台湾，哈。即马跟他村金门妈祖，伊是中华民国是一个残余的国家，哦，等于死蛇活尾流，规只蛇死了了，村的尾啊，还佫伫遐尿来尿来。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呀，要安怎繁衍？哦，你讲有土地要遗产吼，土地要交你的子女，结果连那个子女嘛死去啊，要安怎交接落？吼，过来，台湾国还未出生，要安怎加入联合国？一个已经死呀，啊，一个还未出世，所以拢无法度加入联合国。吼，来。
三个精神病患看医师的启示，都有三个精神病患管理这个精神病院，啊，每三个月这个医生拢会甲叫来伊个诊疗室，搁复检，讲啊，看有关了卡正常袂，药啊食了好些袂，啊，所以医生就伫这个伊个墙壁白墙壁画一个门，用奇异笔画一个门，画一个门把，啊，甲因三个讲讲。啊！恁拢好啊，会当为只出去？诶，真正两个轮装起来抢迄个门把，抢要出去哦、喔。医生讲啊，这还阁抓当去关，这还袂好。嗯，啊，剩迄个无起来，迄个讲哦，啊，这个好，好加在了三个月时间啊，总是有一个好诶，吼、喔，足欢喜哦。讲啊，你来无要出去啊？你当出去啊？啊，迄个讲，嗯，迄两个笑诶。啊，锁匙伫我遮，无来甲我摕锁匙，要哪处理？哇，啊、这个煞较严重。哦，哇，这个还阁关较久诶。啊，咱来看下讲，这互咱啥物启示啊？吼，这三个病患是毋拢无承认家己有病，拢认为好啊。头前迄两个讲会当处理创意啊，迄个讲锁匙伫遐。好，头前。冲出去开门，迄两个是较无台湾意识，无独立思考能力，哦，自认为无党无派，即款的人，牙香对白，人讲哦，门伫遐开出去，真正就对伊啊。即马民进党是毋是早期要招阮去游泳？一呼百应吼，哦，迄阵作时间街头抗争的，迄阵要招作好招的，就是牙香对白。认这个民进党这个骂骨啦，啊，都民进党讲的拢对，民进党办的拢好，拢参加，敢那变作一个流行草，但是只是牙香对白。所以我有时听讲，啊，阮较早戆戆，人招就行，吼，啊，尾后我想想啊，迄是台北一日游啊，迄拢假的，你若正经要跟国民党抗争，照讲是毋是爱？全台湾吼，比如二十一个县市，拢有县市党部嘛。你民进党都啊，即届二十一吼，二十一个县市分做二十一工嘛，开头甲咱斗斗甲占领个吼。第一工宜兰的去，第二工台北县市的去，第三工桃园去，安尼调轮。啊，那拢全台湾讲做一届啊，来台北一日游，拢找迄个拜六礼拜有。像陈玲玲迄届，阮来，我现在人嘛足济。啊，阮为屏东来，拢透早就出门。啊，来到遮两点开始，食完屏东两点开始游街，啊了甲坐转来凯达格兰大道要听演讲。啊，阮去听，拢头啊拢较细卡咧讲。但是若到讲头五点外，阮就爱准备爱走啊，因为阮本来无走吼，等到厝拢三更暝半，超过十二点，所以。阮就爱先走，所以拢无听到大卡的精华。啊，迄个佫塞车，我遮太车太侪咧。啊，阮伫民间的迄个休息站有停到，我阮迟到去，结果人咧食。啊，你迄阵咧游行的吼，我迄阵去拢少年啊，迄阵拢全迄白头毛的，结果阮从站的迄度吼，拢白头毛伫遐食。啊，阮咧甲服务生讲，啊，阮。电去倒呢，啊，这个人占伫遐呢，迄服务生可能新来，伊看到，啊，迄倒阁食无偌久啊，讲讲安尼啦，伊的意思讲，因食差不多啊吼，得要结束啊，但迄讲讲，啊，迄倒阁食无偌久啊，迄拢白头毛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尾啊，觉醒讲啊，咱这去伫遐抗争吼，民进党等于。国民党的压力锅，这个泄压阀、安全阀，好不好？咱那迄快锅吼，密封式的，啊，你若煮啊伤滚吼，你袂去关，你若拄啊去做啥啊，因为滚啊出出去，伊一个迄个泄压阀，嘘，把内底蒸汽的压力甲施压，民进党就是国民党迄个施压阀。马英九安尼甲咱骗到个吼，个安尼，大家气甲要死，大家拢安尼用要举刀出来，迄阵吼。民进党就出来了，啊来，
咱来台北抗议，来甲总统马总统抗议。啊，咱即马起啊，就喊口号，就扯扯干胶胶胶的妹妹呢，迄包去吐了，好，整队个虽然车一个个虽然个等伊，虽然个等伊，属龙工匠继续做工过，继续纳税金，和国民党歪哥。啊，大概拢咧讲劳动，所以我不也想就，民进党无影真正别堪一变。那真正要变，就爱讲每一县市一工去订酒一工，包围总统府，包围总统官邸，无啊，无做这个动作。一工去深圳的台北日游，虽然搁等于做工纳税金，好，过来。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拥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，哇！我民进党党员三七十万，恁当民政府几万人啊呢？阮遮大大党，恁无来跟阮夹，哪有可能？恁台湾民政府所做个政策，哪有可能实现？因自认拥有建国的钥匙，啊，咱都毋是要建国，吼、哦，咱是要甲国民党赶出去，叫美军伫，阮是许你拍败，阮毋是许中华民国拍败，我予你美国拍败，你爱直接你要甲我占领，照国际法，照战争法。你袂使来搞征兵，袂使搞征税，哈，好嘞，好 ，OK。所以，以安那来讲，其实，迄个医生就是咱 TC 与民政府的成员，已拥有正确国际法理，能眼观察，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。所以，咱今仔来遮上高级班，恁来遮是要学做医生，对不对？对。咱拢要做医生嘛，哈。但你做医生，要讲医啊，医术要学好哦，唔好学一个半桶塞，出去倒啊，就打来就乌白流乌白挂呢，那挂唔掉呢。哈哈，那癌那个瘤要挂，你唔煞煞个心脏乌掉去，都惨啊呢。哦，所以要搞清楚哦，要头个头，医生要做医生，一定要有专业，所以人讲专科医生哦，要去考执照，啊，所以唔忙恁话呐。好啊，读有初级班的上过课了，你会当来参加咱每一个月有一届的这个郡所考试。啊，课的范围就是新台湾论内底的范围哈。啊，咱若出去，哦，比如咱来遮上课了，咱有时啊，咱会心会解开，咱来作想讲，咱伫遮学的真相，要去甲你的亲戚朋友讲。啊，你要讲，要注意，要讲了较温和嘞。哎，较冷静，莫理直的气壮呢，吼、哦，袂输我个啊！啊，你都唔对啦，管去台湾民政府上个人，安怎讲？哦，莫用民政府讲啊，你会去？哦，台语有一句话讲，软蛇牵牛有啊，牛较老只，迄条牛蛇软软个，呾牵得走。啊，佮软蛇困猪有啊，底下软蛇啊，佮死佮白白起来，扛咧，会当扛咧走，吼、哦。你爱往，尤其老女孩子啊，比如你来红阿婆上好，哦，还是有女同军做一起，有查甫滴咧吼，一般对方若查甫拢会较心思，也较冷静听你讲，表示伊查甫的风度，安尼，伊就较袂出话甲你顶撞，啊也点点啊听，啊你若讲了对，讲了顺，哦，就伊就较会听入耳，听入心，所以你爱去用温柔的力量。比你安尼讲甲硬冰冰，敢若讲甲理直气壮，效果较好。哦，你用较温柔、较软个讲法，哈、哦。啊，真济我拄开始吼，出嚟嘛是会看拢烧钱，尤其我民进党个，我做民对民进党也解了解，拄着民进党我嘛足想希望讲，啊咱行唔着咯，我较早跟你讲，我行唔着，来来，对我来行民政府这条，啊咱个迄阵会急啊。足热诚诶，但是迄阵较无技术，吼拢讲安尼硬拄硬，有些甲考评又讲到会断刀安尼，有些讲到伊颔棍紧遮条，我嘛遮条，哦，唔通学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我着较体会讲，用温柔的力量，电脑考好过。啊，咱大家，我咧讲这个故事，叫咱有一个动心。伊伫迄个高雄罗定有一个龙华堂，你捌听过？龙华堂吼，伊、哦、早期无精神病院，做迄个事拢去
外口收一寡皇冠伫厝内遐个诶人吼，拢甲收收当，也搁甲因拍鼓有无？啊，出去外口表演会当趁一寡迄、那个一寡费用来，互迄个因迄个庙事会当有运转吼。啊，伊伫遐做志工，啊又看着了吼，都安那足正常诶。伊就甲讲讲，啊，你都拢好势好势，你倒无爱出去外口？啊，迄个龙华堂迄个伫内底人讲，嗯，唔得唔得，哦，外口足危险诶。因为是安那外口足危险，啊，外口拢笑诶。伊笑很关咧内底，啊，都看了正常正常，讲啊，你倒无爱出去，你好势好势。伊讲外口足危险，啊，是安那危险？嗯，外口拢笑诶呢，好安尼。家己笑的，啊，讲人拢笑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啊，咱你若伫遮，咱较早拢讲咱是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，啥物人是诈骗集团？我看上大是国民党，吼、哦，这超级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，啊，第二个看民进党，吼、哦，伊骗咱台湾要独立建国啊，啊，副家己嘛。因家己嘛会议，伊讲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佮已经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你即马要佮发台独建独立建国一个法案咯，啊，是要为对一个国家独立出来。好啊，你已经独立了，请问咱的独立纪念日对一天，佮讲袂出来。咱美国有一个7月4号，哦，独立纪念日，啊，台湾国。跟他讲已经是独立的，名个叫做中华民国。我这到南京，他又民进党骗个会议啊。好，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，哈，来，以美国军政府也开民政府台湾自治，哈，好，依照立陶宛模式，啊，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，让投票率低于50%。那么，比如咱过去，咱一直在吐槽。中华民国讲10月25日是这个什么独立，嘛是光复节，咱伫只上过特别4年，安尼逐年甲讲，讲到啊为旧年开始，因10月25号无咧讲，无咧庆祝光复节啊，有无？你去较早光复节拢爱插国旗啊，即卖无，连报纸啊拢无咧报啊，咧报光复节，因为在台湾人拢知影，你搁骗，愈骗愈歹看，尤其今年呢。今年我拢报纸、电视也无咧听了，咧讲光复节啊，好无？所以咱讲有效哈。过、哦、来琉球化模式啊、哦，来看日本结盟为邦联还是联邦啊、哦？好，还是变作一个中立国？咱看日本等距啦，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距，看美国等距啊。过、哦、来。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。真侪人来遮上过初级班、高级班了，拢会甲阮反映，啊，那无爱叫美国拨经费，互咱台湾民政府发展组织。啊，过来，啊，那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、接管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也无爱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赶去金门、马祖。我上接听了这三个，吼、哦。但是咱定。忘记了我们是谁哈？咱应该爱认知，以前的时阵，美国跟咱日本，包括台湾是敌对国，咱即马是被占领者，美国是占领者，这个上下位阶你要搞清楚啊。美国对咱台湾民政府两项要求，咱准备好未？两项要求就是讲，你要有训练4000个人来准备要接政权的哈。过来，你要有。有41万分呢，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这些人，吼、哦，这是咱的基本的民意。美国刚才要求这项，啊，咱这两项拢还袂做到，吼、哦。等于讲，头家要求薪额，吼、哦，你讲要加薪可以啊，啊，你就先这两项你若做有够，有达到目标，哦，业绩有做到够，把你加薪水当然没有问题。啊，咱这嘛拢还袂做到。等于讲，咱做巡逻，啊，党组长来视察，啊，比如党组长来，咱伫厕所内底，啊，咱看到党组长来入来，啊，厕所
都有只打个水印吼，泥印一堆也就笨手，袂清楚。啊，咱做职工的人讲，啊，董事长，啊，涂骹遐惊人，你太无买清清的，煞咱员工咧指挥头家，咱是被占领者咧指挥占领者讲，叫伊爱做遮工过，啊，咱家己头家干咧要求，咱拢无吼，你得搞不清楚自己的位阶，自己的身份啊。来，阿公。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，这麦克阿瑟讲的哈。台湾人叫讲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。马英九就台了，是毋是拢咧讲叫咱伊拢想尽办法，创予咱台湾人来仇日反美，好吧？仇日的去，迄阵要三年前啊，马基奥，佮伊个日本的男朋友坐客人车拍，迄个温江，好无？好，连续一礼拜，透早报到半暝，好无？连续一礼拜，安尼一直轮，一直讲，就是要挑起台湾人仇日的情绪。啊，过来，利用一寡文件，提供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哦，迄个叫管碧林哦，我伫立法院咨询，提国民党提供的资料，讲美国要进口毒牛肉啊，有瘦肉精的牛肉。要来给我们台湾人吃，要毒害台湾人。民进党的管碧林搞不清楚状况，真正伫立法院甲开炮，电视报纸一直报，讲你看美国妖兽要来毒害咱台湾人，就一个制造咱反美的情绪。你看呐，马英九咧联共制台，然后咱仇叫咱仇视日本甲美国。我们不能跟美日来亲来合作，安尼阿公阿要来提台湾较好提，吼、哦。日本甲美国较袂来出来动，因为既然恁台湾人无爱玩美日吼、哦，所以咱卖中马英九，马英九会给吼。好，安那看，台湾的作水边后就罗马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跟头拄仔咧讲的东帝汶同款。那么我有时啊咧想讲，啊美国这样啦，吼，啊日本即马搁许美国饲料咧吼，当然即马美国有咧放手，即马要放手吼，安倍晋三好啊，甲日本的经济做好，啊放手吼，日本的军事力量大个，吼，因为美国知影讲，干那要靠美国要，也要中东，也要乌克兰，也要台湾问题、北韩的问题吼，伊即马呐，干那双脚抢救呢，那无够用啊，吼，所以要。放日本，给我大买起来，吼、哦，来压制北韩甲中国，是，啊来保护台湾。啊，有只暗时咧想，咧困，做梦咧讲，哦，拿到民众执政吼，咱、哦、来开国际标啊吼，敢、哦、若发明两个物件对啊，一个全世界上大机的机啊，上来个上大机啊，为台湾下骹甲机号开。啊，第二个发明就讲，叫全世界科学家发明上大的、上有力的核子的动力的这个引擎吼，啊，装嘞。啊，即卖吼，甲有只甲塞来塞来遮，唔好侵入美国的领海啊吼，找一个适当的，我感觉这个圣地亚哥，遮纬度无介悬，袂遐冷吼，四季如春安尼吼，差不多来到遮个。准甲停落，安尼差不多停多只，才足拄好。哦，安尼唔知偌好嘞，吼、哦。遮个拢无风台，哦，台湾遮不是有风台对无吼、哦？啊，阿强啊，有些咧 M 族飞弹，吼、哦，迄拢差不多200公里、300公里，啊，怎啊咻嘣，我到遮拢着嘣去啊。啊，伊若要发明迄洲际飞弹，迄一粒拢几啊亿个吼，伊袂堪你做几粒啦。啊，那么多虾呢？食着过来去拍到美国本土，哦好，美国在咧找无机会，等下甲你修理。伊个战斧飞弹，去拢甲雷达站拢甲炸到歹，伊个基地拢甲炸到歹。哦，阿强啊，着还佫倒退几啊十年啊，吼，安尼好上好。困卖学白忙好无？好吧，好来，比如顶头都讲个，阿强啊。
去把乌克兰买空壳的航空母舰叫做瓦良格号，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改装出海试航，伊的内底拢无引擎哦，所以引擎家己倒的。我拄开始看到这只，讲啊，这只今嘛是烧煤炭那一款咯，这差不多清朝时代哦。我甲笑啊，一个引擎都做袂好，做甲摇晕，咱的汽车若摇晕，就爱摩尼牛啊，对，就是讲引擎歹啊。人新的引擎倒拢嘛无声，佮拢敢来透水吼，好无？引擎效果足好，这只，因为乌克兰在。卖这只出去吼，阿强一定会甲改做航空母舰，所以内底仪器设备、武器装备都拆掉呀，拆甲空空。哦，你卖长啊，你家己开到要十年改装，哦，啊，这款的吼，那伊即马咱台湾吼，就讲啊，那种买来砍咱小钱，啊，就拢免用啥物高科技的卫星定位，啥物 GPS 免，那看你个跑向遐飞弹向遐射就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卫星定位，你自爆其短其短嘛，甲你现装吼，甲你都穿无人机啊，等你拍。啊，这个伊拄开始合作瓦良格号，啊，我甲翻译台语讲瓦良共和，啊，这有两公无？啊，咱今嘛笑伊歹势讲啊，无改名，讲改私人无？私人郑成功迄个叛变的私人号。啊！台语讲西人河咧，啊！你嘛甲笑笑吼，即马佫改名，讲号做辽宁啦。哇！台语讲号做辽宁，两公西人佮辽宁。啊！你嘛笑笑，后日咱咪要改啥名？唔知吼。改了，咱较过来甲笑。哦，改了，咱较过来甲笑哈。啊！全世界嘛，拄啊，敢若一只航空母舰顶悬无无人机啊。那。伊都也袂晓做迄个蒸汽弹射啦，吼，啊无拦截锁啦，因为俄罗斯无爱卖伊拦截锁，安那，伊记录太歹咧，伊较早甲讲，那个苏联跟那个买300只即个苏凯27，结果交差不多100只了，你讲妈后壁还买，伊甲苏凯27甲抬吧抬抬，甲逆向工程那个仿造，等于伊即卖歼十，是吧？就是讲轰苏凯27，啊，所以俄罗斯知影这个歹做吼，这個、信用歹啊。你无歪说，你看我到今天无看到讲一进到底，就伊个歼十啊，歼即马讲用歼十五无人机，真正降落迄个歪说救嘞。但我知影讲因家己个伫路上个迄个练习场吼，有歪说咧救了，但真正是这只电话我也无看了。我要怀疑，因为没有一镜到底啊，拢跟他剪接啦。啊，真侪人讲哦，即马阿强个科技啦、军武拢足强大。啊，咱来看，人美国伫1982年，雷根总统迄阵就用一个星战计划哦，成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啊，来保护这个。要用洲际弹道飞弹啊，包括什么星战计划，要来保护美国本土。啊，放消息讲，美国已经卫星会当发射镭射，会当把卫星拢拍掉。苏联惊到，因为从太空要以后若用镭射武器来直接射落来，伊个核弹基地，规个核弹来崩毁，对苏联来讲是足大个压力。所以苏联。请尽所有的人力物资科学家拢在研究太空的这个星战计划哈，要来跟美国对抗。结果，这就是造成苏联倒台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讲，伊开足侪无伫生产，无迄阵苏联欠粮食哈，所以苏联人查某的富人要去买一个面包，买一个食的物件，排队拢要排几啊点钟，安边足无效率啊。你排队的时间，照讲爱来做生产的工作，结果因为拢在抢物件，粮荒，啊，所以造成到尾啊，哦，苏联倒台哈，据讲年代都倒台，啊，这跟美国星战计划有哪关呢？伊家做滴 GDP 吼，拢个投资于伫这个武器研发顶嘛。那么美国伫1969年哈。
差不多四十四年前，就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，啊这这阿姆斯壮哦，这啊我就用波我用波波猫注音啊，啊酸鱼说菜酸了一集哈，啊不小心撞上去的哈，哦，我啊结果人四十几年前就撞上月球啊。啊、阿公啊，2012年还搁咧学习太空舱咧对接，还搁咧学对接，连登陆迄个较歹讲。所以呐，敢那安尼讲，你敢那太空武器的技术科技，你就输人四十几年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免讲阿公啊，我个阿公迄种山寨。哦，我咧讲伊个原因，连原因都不要做，连你条歪做都不要做。一架战斗机就上主要就是迄只引擎啦，迄只引擎啊故障，伊就载落来啊，没有动力啊，哦，所以引擎就做袂好，包括迄个航空母舰的引擎也做袂好，飞行机的引擎拢甲大部分拢甲苏联买，好，来，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，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个逐渐转变。啊，咱秘书长也比一个落，啊，咱就骑脚踏车，骑，骑到逐渐也转变变一台私人的轿车出来，干完呢？啊，就是一个儒龙啊，儒龙较早骂古扛迄个面子盖港，你儒龙啊看晒晒到尾啊，直接变面子的，逐渐转变，无可能嘛。啊，就是有一个大肚牌吼，伊就安尼讲。迄、那个叫做陈良基，哦，这原来国际法的专家，但是伊都会当发明这款的哦。啊，这款呢，国际法无这款法官，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。哦，台湾的战争在阿未形成，台湾的主权还阁抵押在美国手中，这个主权或者讲所有权状哈，等于日本天皇、日本哈、跟美国修订建书。啊！你建筑要割地赔款嘛？哎、啊，台湾又不能割出去，啊，佫无甲美国赔钱，好、哦，迄阵建了日本的三 PP 啊，作散的吼、哦，所以无钱赔啊，所以暂时等于甲所有权人抵押伫台湾甲朋友，这个所有权人抵押伫美国手里，美国握有台湾的主权，但是你记我讲过，握有不代表拥有，暂时抵押，就像讲。咱一块土地，咱去甲银行借钱，咱就是抵押的，这个所有权证抵押的银行手里设定抵押。等咱若有钱，哦，咱日本天皇提钱去行，跟美国协商这个债务战争债，看会赔偌济钱，像琉球模式咁啊。你若甲申请，咱就台湾返还日本，哈、哦，真暂时抵押的美国手里。啊，你拢无管这个债务，还袂清。我要管两个头家，哈、哦！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，行啦。哎，即马底下暂时底下离我遮，就敢那讲，我那一个手表啊，我摕来当点当，当三个月。你当点你也顾好哦，三个月来我那有钱，我要来赎回去。你莫讲我三个月来摕钱要等于赎，讲无我有一个匪徒叫做阿强啊，抢伊啊，袂使安尼讲哈。所以美国。台湾有代志，美国爱派兵出来搞的，真嘞吼。所以美国讲，台独代表战争，就是你无要照国际法律吼，你无提钱来赎回去，你袂使个独立出来。啊，我爱搞好，搞甲等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提钱来赎，把台湾赎回去哈。而且你讲你若要独立，你要为对独立出来，有人讲美国，啊，美国。台湾的主权啊，伊敢若握有呢？正讲，你要独立，你要向日本天皇要求，而且你嘛要提前先，甲小兴清楚，对吧？好，再来，实施有两种，台湾也有两种，好，啊，咱来看哪两种？好来，一个是政治的台湾，好来，咱来看，台湾治理当局就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。哦，伊个头家美国在台协会，嗯，啊，再改奇怪，
在台小是一个民间单位，伊有法度管中华民国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。啊，在台小电管是美国国务院咧管的啊。啊，当然电管这个头家是美国总统哈、啊，行政部门的头。那么咱台湾民政府的头家，美国台湾军政府哈、啊，电管头家是美国国防部，当然总头家嘛是美国总统。这边是法理台湾，哎，政治诸葛前讲啊。政治是高明的骗术，对吧？政治会使讲，拄着人讲人话，拄着鬼讲鬼话，会当蛇言得病哈。会当依照你的利益，所以遐个外交官做啊讲迄个模棱两可的话，尤其中国人做啊耍文字游戏，像讲中国，中国队呐，跟日本队是。啊，比如棒球队啊，或足球队，你最后啊，那中国之下，中国打败日本，日本输对吧？中国打胜日本，哇，嘛日本输，不论打败、打胜，拢中国这边赢，好吧？中国人胜游戏，就是安尼。那么法理台湾这边。叫国际法理来，法律就定空空，吼、哦。那叫国际法理，这条线绝对爱照国际法理来走。这就是安那，台湾1996年发生台海飞弹危机，美国的国防部就爱向美国总统，吼、哦，讲爱派航空母舰来过台湾。美国总统根据台湾关系法准，国防部的亏。部队就开出来了，哈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咱来分贴新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。啊、哦，新日本国在1952年4月28号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，而且直到4年半后加入联合国而自治。注意哦，脱离大日本帝国，哈、哦。啊，讲较歹听，会再讲叛离啊。当时的大日本帝国是咧跟迄51个国家，尾下才变作联合国嘛。1945年10月25号，联合国成立啊，拄啊建立，哦，差不多2个月后，联合国就成立啊。啊，大日本那个日本新日本国脱离大日本帝国，加入，迄阵日本跟遐同盟国。是不是在修建？要同盟国成为一个联合国，啊，你加入敌对阵营，对吧？所以也在讲叛，就是叛离大日本帝国。啊，但是当时的时空背景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，日本国新日本国也没得选择，好、哦，因为那不军队，好、哦，那是不要寒战包啊。美国发现讲唔对呢，哦，逐项拢我咧处理，日本的国防我也咧甲你顾，啊，慢慢来，恁家己来，恁成立自卫队，好，你也家己顾台湾，我顾你的日本顾好，啊，我军队拢要刷去打北韩，吼、哦，南北韩战争，好，那么即卖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，哈、哦，来咱来看，这红色的拢是较早的大日本帝国有无？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。所以我常在讲，被美国控制军事武器管制，包括研发核武啊、飞弹的具射程，包括军那个作战时的战时的指挥权啊，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日本帝国。啊，即卖又美国甲拆开，韩国独立出来，台湾啊被美国军事管制啊，啊，可能剩日本留这四大岛哈。大概都本州、九州、四国，哈、啊，好，安尼咱就知影讲，大日本帝国用铁线，哈、啊，好。那么到底是啥物人才会当称为台湾人？哦，咱来分条看卖。认同台湾的人，啊那，这个逻辑会通啊，哈、啊。迄当时，哦，20几年前就一直为了中国人偷渡来台湾。
遐人用卡投票认同台湾，招来台湾，安尼遐人敢要互伊做台湾人？袂使嘛，吼、哦，不然拢上去什么进入前中等于着。啊，如果那认同台湾就会当做台湾人，啊，那讲这逻辑，哦，足侪中国人拢认同美国呢，讲美国较好呢，安尼因拢会当去做美国人。啊，因嘛足认同咱台湾，嘛足爱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因敢袂当来做台湾人？袂使啊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，爱台湾人，哦，是毋是？民进党拢讲啊，只要你认同台湾、爱台湾，都拢会当做台湾人，敢袂使？袂使啊！胡锦涛、江泽民、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，爱甲要死哦，爱甲要你死的。哎、欸，爱到来嘛哈，啊，都因这罗马都比较温柔，哦，伊都足含慢的啦，足不晓做人。哦，你若讲真正较早拢用软软安尼甲咱讲哦，像咧追女朋友安尼哦，哦，咱早都免安怎夹刀夹枪啊，咱家己都起过啊，结果都不晓，连做女朋友都不晓，拢像咧用刀硬用枪硬啊，讲你爱嫁我安尼就对啊，含慢。不要做人。过来，住伫台湾的人，就会当做台湾人，无论新住民还是旧住民，是毋是足侪拢安尼？啊，讲无论你新来吼后到，拢只要你认同，只要你爱台湾，就拢会当做台湾人，袂使。啊，因为你讲像遐1949年。遐新住民，迄是岛南来的，你上加会当发难民证互伊尔，你袂使互大日本国个身份证吼。过来，有中华民国身份证个身份证个人，错误，毋是你有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啊你住伫台湾，你就会当做台湾人，袂使。好，以上皆非，真正要做台湾人要哪？经过合法的程序，好，就是你来签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好吧？这要经过合法的审查程序。啊，你若外国人要变做，你认同台湾，要爱台湾，要来做台湾人，可以。你爱经过合法程序，啊，你还有意愿、有志愿，啊，经过合法程序来申请，哦，经过哦，不用年资，啊，不用爱六档。啊！你要宣誓效忠，安尼都会使。啊，拢爱经过你有意愿、个自愿，经过合法程序开的啊。好，啊，咱当政府的公民身份证这个意涵啊，应该初级班捌讲过了哈。啊，这咱是依据《台湾公民法案》，咱有通过这个法案了，依照这个法源，咱才有资格。来申请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啊，当时咱这个法案草案送去美国，啊，无一礼拜就又退件，好，啊，咱阁改改阁送，伊审查了阁退件，哦，甲咱改几下去，喂，哦，咱阁改好送去，三拜了，较同意讲咱这个法案完备，哦，咱就公布实施。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我摕爱台湾，我摕台湾政府身份证这边，咱毋是摕这张，吼、哦，爱搞清楚。摕这张是代表你是中国人，但爱摕这张才会当代表咱是本土台湾人。OK， 好，啊，这申请表哈，日数没占。好，那么我对咱本土台湾人的期许就是讲，咱过去自认为讲咱媒体自由，其实无。咱如果讲咱有三明治。有三立电视台，啊，有民视电视台，啊，有自由时报，简称三明治。认为讲咱有发声，有接收正确消息的管道，结果不一定哦。因为大部分的电视内底主管，因咧审查你采访登来的新闻，拢经过过滤啊。我听讲，那对。民进党不利的报较大片的，对国民党有利的嘛报较大片的，
一来一往，台湾人就用洗脑去，因为媒体的解释权大部分都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。咱一般台湾人只做普通的外口咧采访新闻的，但是这新闻你要到编辑室，哦，都拢用好的对台湾好的拢用剁掉去啊，哦，所以三明治等于我甲这张咧成功大学一张大榕树，哦，发甲安尼足清脆吼，足挺拔。我甲当作讲，这里是国民党，国民党伫台湾生根、盘根错节，哦，官商勾结。啊，包括含黑白挂钩，在台湾咧输咱台湾人的血汗，哦，这个土地在这里输，把国民党饲甲遮大只。啊，你三明治，你逐工你甲批评，啥物头家来开讲啦，啊，新台湾加油啊，这拢是求要咧做红胎，为了只小可生伤，一寡机会可能小可挤。但是这个主干、副干，拢要个用作用，无法的。咱台湾民政府直接请大家来遮上课，就是咧上法律，法律就是咧乌伊个根，咱一直甲乌伊个根，乌甲遮个根，等于无法度去输台湾的血汗，伊即阵就会枯萎。啊，然后一个较大风，真就变过啊。吼，咱得要引导国民党，要甲赶去金门妈祖，吼。所以，这要靠咱大家来斗拍拼，唔是干呐少数人有法度做吼。因为国民党伫台湾盘根错节吼，这只恐龙太大只了吼。好，啊，这应该讲过啊。我讲啊，台湾遮水，美丽的福尔摩沙，各个电管拢创基地，这是一个人造物。台湾过去四百年拢咧做人的基地。荷兰人来，咱是伊个贸易基地；电线工来，咱是伊反清复明的基地。哇，日本来，大清来，伊是捞钱的基地。三年关，两年满，三年关做阿袂满，两年就落地阿就先满。啊嘛，日本来，咱变伊个南进太平洋的基地有无？发动南派太平洋战争。我中国国民党来，我咱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，所以咱七八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哈。啊，这是九鹏湾咱的中科院一个飞弹的基地哈。OK， 好 ，OK， 报告完毕。还有二十几分钟，台生来转那个台湾猪问题哈，我。前解有讲无完的，来个讲完。这个，我看有一期无讲到的款哈。不过，我记跟他讲到，讲到中心青春的款哈。这个讲的，咱过去拢讲讲诈骗集团，所以咱秘书长过去来看报纸啦，吼，伫七大报刊登广告，啊，有这一篇，啊，过来这一篇，甲咱一挂干部的相片、电话拢刊伫顶悬，啊，敢有诈骗集团安尼刊广告？那诈骗集团敢甲相片、电话刊起哩？这应该不是广告，只有这通缉中的广告吧？这可能法务部看的哦，不是咱家己开钱看的呢。哦，所以咱不是绝对不是诈骗集团，诈骗集团绝对不敢把伊的相片、电话到报纸看，而且开钱呢，《自由时报》呢，2012年5月24日看的，哈，七大报都有看。正港执行美国政策走向是美国的国防部，你要注意啊，因为美国总统四年的选举，有可能四年的留任嘛。但是三军的陆海空三军将领，一直做到退伍呢，做到伊年主搞啊，所以很多美国的政策正港的是
美国国防部还是参谋联席会议哈，差不多这种类似的哈。美国的国务院级执行政治的台湾政策，这边较利益导向，所以迄阵想让美国会放任中华民国伫台湾安尼为非作歹，迄跟蒋宋美龄做有关系。蒋宋美龄就安尼生了水水啊，好啊，英语佫作个讲，伊流鼻的。好，那么迄阵有一个叫东方美人热，好，迄阵美国人嘛有作者讲，较爱东方的味道，因为因西方马上给看了惯子啊，我看了东方美人哦，都像咱较早咱丽娜咧销美国洋娃娃同款意思。啊，美国人嘛有一寡较小弟哥，有可能要蒋宋美龄，伊用叫做 China Lobby 哈，就是游说团，用游说去，用钱用钱买收去，又用中国的故宫国宝，伊甲买收去，所以伊出来拢替中国人咧讲话，中国人伫台湾咧统治台湾咧糟蹋台湾咧违反人权，因美国人默不作声。跟蒋宋美龄做有关的，啊，这是政治嘛，政治的，看你的势力，看你的钱开了有够无，但是美国国防部执行法理台湾，就较不受这些干扰，该做该照国际法、照建立法，该做就爱做，哈。啊，这是同款的，好，啊，过来我这要请大家注意。世界杀人的魔王排名，中国人占两个，一个毛泽东，一个蒋介石。毛泽东台美国中国人5000万啦，蒋介石他2700万。但你注意，毛泽东敢有台湾人？无呢。但是国民党拢叫咱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叫咱仇恨这边，仇恨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这个从头都慢叫咧，叫咱爱仇视日本、仇视美国，赶快哦！这样台湾人上这项蒋介石，干那二八事件，迄几个月啊，台币30000来精英。啊，你注意，日本来统治台湾50冬，嘛台币30000人，挨到20000几人，输国民党来台湾2-3个月。日本政府为了要统治台湾，也有台一挂台湾人，迄无唔对。尤其拄开始，吼，拄开始一定有台独派，吼，的人起来抗反抗嘛，吼。所以咱唔好许国民党甲咱骗，讲叫咱去恨中国。当然，中国伊是一个独裁国家，啊，佫要学习台湾，较早讲到，互咱真受气。但伊即摆开始知影国际法理，哦。因为咱台湾民众开始咧讲咱个正港个台湾地位法理论资料，阿公啊就开始无咧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伊无咧讲啊，伊嘛改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俩，伊敢那安尼讲俩，吼，都无咧讲是伊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，哈。2008年，美国下令所有驻外使馆不得称台湾为中华民国。啊，伊规定所有美国政府的人员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。啊，包括一寡公开的活动。啊，美国官员不能称中华民国，而且中华民国在台湾来称呼台湾。啊，这美国因头个该清楚了。哈。那来检验目前五花八门的台湾人政治运动哦，以作者名称吼，台湾人选总统摕到建权，哦，咱就会当宣布独立。你去选到中华民国总统嘛，袂使宣布哈，这种给证明制宪哦，证明就是讲要甲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国，啊，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，歹势，这嘛袂当做，那，你袂使独立吧？啊，台湾加入联合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反呢？啊，这拢是
国共两党，我咧咧骗台湾人，啊，台湾建国升旗运动，啊，这有一个台湾国的哈，908台湾国，我因定咧变即阵，敢那升旗就会当建国，哇，这伤简单啊哈，啊，反倒走台湾路，台湾你搁甲行1008圈，嘛不好啦。哦，用民主选举啦，地方包围中央啦，来扳倒国民党。无唔对，你甲国民党引导，哦，你甲马英九引导倒。哦，台湾人无论将来是蔡英文去你做，嘛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无效。好，唔那甲引导倒，爱佫甲请伊金门妈祖，哦，互咱台湾人伫正港的美国军资管辖下，台湾民政府开始。也这样可长可久哈，啊，以上作为都是在中华民国体制内，无法度解救台湾，无法度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啊，所以这种浪费台湾人的金钱、时间，何里拢浪费伫这耗虚功上面？正港有前途，美国尾也爱来找咱，啊，就讲张泽立啦，啊，美国派两个人来咱，跟咱秘书长对话。谈判、沟通，就是咱正港有效，吼。过来眼见为凭，哦，其实你所看的不一定是真相，吼。当时，比如这个开始热起来，这个3.11，吼，2011年的3.11。迄个美国有架飞机飞落来迄个桃园机场，迄阵本来讲，听讲有差不多400几个美侨要入来台湾，啊，结果伫桃园机场落来，才80几个尔。关键是啥？其实迄架飞机先飞伫台中清源港，已经有300几个人伫遐落机。去大饭店，台中的饭店，美国 AIT 拢甲做只饭店拢包起来，啊了甲飞，剩90几个是来住台北这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时啊，你会讲，啊无影，美国也无讲撤退介济人来，所以迄阵报纸敢若报讲报80几个，啊、哦，所以那个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，因为你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果，但是咱中个中间的过程咱无看到。包括，比如我忘记一个所在，啊，我的对面有人为迄个房间、为迄个头顶的厝出来，啊，我讲哦，啊，你这间厝你的，伊讲唔是我租的，啊，即摆话连工看人来收出租，我来问哦，啊，这间厝是你的，啊，你租这个房客，伊讲唔是啊，我是租赁公司。派出来咧收租金诶，所以伊嘛是主人，正港主人，伊嘛是甲伊个套厅主委托个租赁公司咧管理，吼咧出租咧收租金。所以台湾同款，咱敢若看到中华民国咧甲咱管，咱拢无看到讲后壁有一个头家，吼管理单位叫做美国军事政府。咧管咱，管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管啊。其实正港的头家，佫伫后壁咧，日本天皇。好、哦，所以有时啊，咱毋敢若看到表象，啊、哦，你看到不一定是真相。OK。那么目前你所看的，拢是中华民国伫台湾咧占领管辖，国民党在台湾吃香喝辣，看起来敢若伊是老大，其实幕后是老板。原幕后老板是美国，那么台湾这个土地，正港的头家是日本天皇。OK， 这是头先讲过啊。好，那么咱来以国民党政府治理下的台湾，来跟日本政府治理下的日本来做一个比较。那你莫用即马来比对讲69年前日本。在台湾迄个来对比
这是对比，袂使。爱同样的时间走，啊、哦，即卖2000年，你得爱摕即卖来看2000年即卖日本来做对比，好、哦，来，咱来看，日本什么时阵有第一条高速公路？台湾，日本第一条高速公路，伫1963年的有啊，迄阵叫做名城，哈、哦，名古屋加神户，名古屋高速公路。啊，台湾第一条国道，啊、哦，1978年开有，哦，全长372公里。但是来到这个时阵，日本哦，高速公路都满世界啊，咱敢那高速公路慢日本慢15栋。好，过来，日本第一条高铁，哈、哦，新干线，啊、哦，新干线1964年的有啊，哦，你看，多久啊？50年了吧？起码2014，哦，差不多50年啊。伫东京奥运前夕的通车营运，这是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的高速铁路系统，啊、哦，新干线，而且伊这个系统非常安全，好、哦，即50年来，哦，差不多伫10几年前发生一届变作头条新闻，新干线出事了，结果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毋知落大雨，啊有山崩，把迄个高铁的篱笆创裂开，啊一只牛啊，煞从走入去轨道，叫新干线甲弄死。哎、欸，到尾差不多40年，才发生一次事故。啊，所以你看，伊这安全性有够好吼，无、哦、简单，日本人真啊做代志足认真。啊，咱。所谓台湾高铁，2007年伫阿扁安尼硬做，吼、哦，好不容易甲做通，啊，阵拄咧试营运，迄、那个国民党甲笑对吧？啊，咱笑讲啊，这条是破铜烂铁有无？啊，阮迄阵电，我迄阵电，电台不时咧甲扩音，我讲啊，那国民党在甲咱批评讲阿扁做这条是破铜烂铁，啊，伊拢卖去坐。伊哪一个坐吼，屁股会烂掉。结果因即马坐到欢喜干嘞，啊，这个印证国民党吼，伊上无爱予咱台湾人自由，吼、哦，咱即阵咧废刑法100条啦，咧废除戒严法，拢台湾人去街头咧抗议，结果伊拢用水冷车甲咱怎，用叫警察啥警棍甲咱讲，好无？啊，咱所争取的。自由言论自由也好，即摆伊咧享受，对不对？啊，咱高铁好不容易安尼，台湾人硬拼做好，嘛是伊咧享受。哦，咱敢若高铁，咱慢日本慢43年，好、哦，另外，咱若早继续，日本留伫遮也好啦，还是讲美国来甲咱管？哦，咱高铁我吼那30-40年前咱就有啊。免拖到即嘛，慢43年，好。那么日本当时有第一条捷运地下铁，啊，东京伫1927年就有啊，哦。台北捷运1996年，哦，木栅线甲通车，而且是阿扁做台北市长，哦，迄阵黄大州开始做袂好，做甲迄阵的即个法国的即个马特拉公司袂愿做。撤资绕跑，阿扁也讲迄句名言，我较真记较足清楚：马特拉不拉，我们自己拉，好不好？甲木栅线甲做通车，好不好？啊，即嘛，卖叫起来做，哇！伊做迄个文湖线，好不好？上早的名叫做从木栅到内湖，叫做栅湖线，好不好？啊，迄个栅是诈欺的诈。湖是胡说八道的湖，炸湖线。哦，伊就袂好，人个笑啊！吼，伊嘛拍写种改做文湖线，对吧？无开头就炸湖线，真正迄真正炸湖线。哦，咱敢那捷运，咱万人69栋，吼吼，万有够久的。哦，所以，好日本
跟咱关五十冬，咱台湾脱胎换骨。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哦，这有较复杂啦吼，这时间无够。过来，美国现在认为林志坚是台湾民政委领导者，真重要一个点就是讲，抗美案的主角是咱秘书长。啊，咱若无这个抗美案，台湾作者身世就无法度解开。咱若美国的联邦地方判台湾人无国籍，这个就应该咱叫起作者啦。好，我这卖讲，好，我都要来讲，到就趣味些子哈。经协商，台湾民众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动，我头来讲这个七月诗啊，啊，很有意涵，对吧？菲律宾建国、独立建国，在美国的帮助之下，七月四号，好，而且八月九号，啊，九月八号，啊，今天嘛做意涵，即刚是上面九月八号上面日期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，啊，那生效期要到隔年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八才生效，哈，所以这是我那真重要。台湾的高山族大部分拢死了，被日本政府供奉伫靖国神社，所以咱每一年十二月二十拢会派团，然后咱今年原来阁派160个，啊，去啊个纪念咱的这个台湾精那个英灵哈。这大部分现在拢是高沙族，就是迄阵的高沙义勇军哈，替日本天皇建设的哈，啊，这个。义勇军足厉害，我咧讲菲律宾是安那，会当足紧就甲麦克阿瑟拍败，都是日本迄阵伫台湾做招的只高沙义勇军，伫丛林作战足厉害，吼，敢那一支反刀都会当出去作战，而且伊的登山的能力拢足强啊，登山如履平地。照敢那背呢，伫山恁咧照照敢那背呢。哦，恁有去看过迄个啥？塞德克巴莱有去看，亚洲我看的。哦，还算真少呢。迄这片应该即马有影带啊，有迄个 DVD 上下集，当去做来看。下集是迄彩虹桥啊，嘿，恁两只我拢去看。啊，佮肯弄棒球迄个肯弄，嘛去看哈，卡弄哈。那么，这个高沙义勇军，就是讲，伫美国的基地，吼，伊三面环来，后壁是高山。美国认为讲无可能有突击队为后壁来，所以拢过头着，唔知影咱高沙义勇军，那几百个尔，为后壁垂降落来，吼，为后落来，甲突袭，建一个迄个营地，啊，两万几个美军吼，兵荒马乱，吼，真慌乱之下撤退。所以为了开始，因就开始兵败如山倒，无几个月，规个菲律宾都由日本皇军给占领，啊，所以伊爱撤退，伊就上无民主，就讲伊一世人就伫迄个挫败上大，所以伊反攻回来时，跟尼米兹上将咧争论讲，尼米兹讲要拍台湾，麦克阿瑟去甲罗斯福讲，因罗斯福是要选总统，要阁连任。伊讲，你若听我的话来拍菲律宾，我甲你支持，哦，甲你倒球选票。啊，伊个罗斯福讲，因为咱美国立国，哦，到尾两百年，从来没有失去一片江山，就是咱菲律宾即地遮大地叛逆。那么尼米兹上将满意游说罗斯福讲，咱拍台湾，甲台湾摕落来。啊，福建遐个啊，拍一点，甲占领起来，变作一个防卫线，予日本去南洋所运动来油啊，好矿砂买连做铁的，拢甲阻断，安尼予日本无资源，安尼伊就来澳洲。结果罗斯福听麦克阿瑟，唔敢准来拍，先拍菲律宾，
菲律宾拍了了，发现讲要去拍台湾，发现讲哦，拍菲律宾就足忝的啊。菲律宾佫大部分是美国较早伫遐管辖下的，较亲美。那么台湾全部拢日本人，哦，日本的台湾人，哇，这可能要死几啊十万美军，唔当唔当，来准跳岛转战术，准去拍琉球是安尼来。好，今仔我的时间到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。